主料，速冻黄桃蛋筋，辅料，冰糖，白开水。先把速冻黄桃用凉水解冻，把解冻好的黄桃切成两半，冰糖依照个人口味准备。把黄桃倒入养生锅内，再把冰糖放入养生锅内，倒入水，没过黄桃，把火调为养生壶四档，等待时间到了即可食用。烹饪技巧，果料小火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别忘了按赞哦，哎哦。